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， 今日1月5日早上10点，冇错，系呢个《魔神英雄传》联动嘅时间啦，超紧张。咁啊，大叔做咗337抽。咁啊，大叔上一个转梦幻转身坦克嘅池啦，就抽咗30抽唔中嘅，顺便就可以验证下系咪可以隔版本隔池保底100抽保底啦。咁我当然唔希望呢度保70抽啦，唔讲啦，抽啦，紧张啊！储咗好耐好耐嘅券啊！希望就顺利齐两只啦，我的目标就系齐两只够噶啦。好，而家系30+10抽，因为上个版本我抽咗10抽嘅，而家系20抽，30+20。好，30，紧张。40，啊，50，哇，60，啊，嗱，而家可以试到系咪会隔版本保底啦？因为刚才讲过我上个版本抽了30抽，那就没出到，那就很多人说是可以隔版本隔池这样去保底的，那我上个版本30，现在就是70，那就可以保底了，等上面出了战报道先，好，那就可以验证到是不是真的隔版本保底了，虽然当年得一次的 sample 未必是说可以很准确啦，果然果然是上个版本30+，今次70，希望之后冇机会再俾自己证实啦，好惨啊！嚟啦，飞运，哎，唔紧要唔紧要，冇歪已经好紧好叻噶啦，火尾子，咁我必须要抽齐两个嘅，咁希望下一个就顺顺利利出埋飞运啦，即系战报道。飞运，哇，连续三个嘅喂，好到飞运，而家系80抽，哇，劲啊！比劫太耐啊，嚟啦，飞运，你帮白 B 加油啦！哎哟，叻叻啊！耶，劲啊！咁啊，叫做系80抽出晒两只，咁啊，其实有70抽系，唔讲啦，那个保底讲咗太多次啦，哇，好紧张，好激动啊，爽啊，齐晒两只啦，咁啊，希望一间夫人到去得闲抽嗰阵又去都会好运啦，咁啊，同埋都祝大家都好运啦，咁啊，用最少嘅抽到你想要嘅嘢翻屋企，好，就睇埋落去先。开心啊！咁啊，其实我为咗呢个咧，呢个嘅《魔神英雄传》联动咧，我都有牺牲噶。咁我上个梦幻转身坦克池啦，净系抽30抽啦，直播嗰阵。咁啊，同埋嗰个洛埃米精选池咧，梦幻转身嘅精选池咧，我系 skip 咗，我3缺1梦洛埃米我都冇抽到，完全1抽都冇抽到嘅。咁啊叫做好顺利啦，咁样就喺度再次祝大家都可以手气顺，咁啊抽到自己想要嘅嘢。咁我哋喺下一个抽池再见，拜拜。